这四个房间啊，它每个房间都有像基本的单人床啊。雅房有床有书桌，这是方里长全都要免费提供给城中城受灾户当做安置中心。原本以前是学生的宿舍，那熊女的学生都没有承租之后，其实都留下这一些像最基本的床板啊、衣柜啊，这个都有了，然后冷气都有了。里长租来整栋公寓当长辈的息集据点，把楼上闲置的房间无偿提供一年，还包水电。不少善心人士也响应提供其他家电。那您这个叫做环海啊，瓦斯炉哦，也是人家捐的。对啊，也是礼拜六的时候就搬来这里。可是后续其实才是比较重要，所以我才会想说，那我们就让他有长达一年的时间，尽量很尽心尽力啊呢。至于城中城大楼现场，也有好心人提供免费衣物和物资。大家汇集爱心，出钱出力，要让受灾乡亲尽快恢复正常生活。大爱新闻，贾新郑瑞平高雄报道。